气旺先生。我说我气怎么不动？就是气管帮我擦一下就好了。拍五分钟，我靠，我这纸片够不够五分钟？郑华宁，纸片拍完为止吧，差不多，现在两分半了。再重新帮我拍一下，再重复一遍。我那手机那个一开始光线有问题，妈的！我说老是跑，老是没底，他那光线好像有的时候照到，有时候感应不到的那个半杯那里。我靠，刚开始做的时候偶尔有一个没底的，偶尔有个没底的，我又找这个用重新调了一下。没纸了，帮我关一下吧，这里关一下算了。算了啊。五分差几秒？五分差，哎。